世界和平的心，也谢谢你看我们这边所有的居民啊，非常热心，非常积极，十个。这边的老板娘要包我们饭团，饭团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啊、这个是我们这附近的内湖啊社区发展协会，这边有一个卖饭团的老板娘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发心供养我们出家师父饭团啊。其实所有的台湾的居民都是如此的温暖温馨啊，温馨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带来世界和平，从这口斋饭做起，我们不杀，不杀众生啊，不吃众生肉啊，完全都是用一份清净的。其实植物里面虽然有生物，但是因为它是向光性的，只要我们在吃饭之前让它了解到呢，生生不息。从矿物质啊，这些无情物，还有石头，再从这个植物，再从有情物的动物啊，到人类，其实十法界人类最珍贵了。也只有人可以创造实相，也只有人可以让一切真正的达到圆满了。感恩阿弥陀佛到人间，感恩世界之光台湾，能够透过在行脚环岛过程当中带来世界和平，感恩。